Giant, much of neon. Eon, eon. Flies fast as a proton. Eon, eon. Super big like Megatron. Eon, eon. You gotta keep on moving on. Eon, eon. Giant, much of neon. Eon, eon. Super big like Megatron. Eon, eon. You gotta keep on moving on. Eon, eon. Giant, much of neon. Eon, eon. Flies fast as a proton. Eon, eon. Super big like Megatron. Eon, eon. You gotta keep on moving on. Eon, eon. Giant, much of neon. Easy 靓妈咪五姨家，耶！ Yeah! 我一定会俾屋企人最好嘅。日本销量达1000万支嘅洛斯马油，传统配方研制，深层滋润肌肤，容易吸收，适合唔同年龄人士使用。你识拣啦。Hello，Hello， 大家下午好，大家下午好。我应该要说一下 ，OK，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はケリーです。これはヨッキーさんです。大家好 ，Hello everybody， I'm Kelly and she's Yuki。我是 Yuki， 你们大家中午好。大家中午好。刚才呢，我就是随口就是说一下日语，因为我感觉我现在整个环境这个氛围呢，都好像感觉在像日本这样，很有日本的 feel。你看 ，Oh my God， 你看，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又不能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又没有机会出国。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啊，三月、四月的时候是什么季节呢？樱花季节。疫情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出去，但是哈，我们可以在 AEON Wellness 买到我们今天的这些日本进口的产品。是的，所以呢，其实呢，我也很开心，可以有份参与来到这一趟日本旅行。那我们当然在疫情过程当中，这很久很久没有的出国，然后当我来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是满满的兴奋，看到这一个，尤其是美容的日本美容的秘诀，全部都在这边哦。对，所以现在我们会一一的为你们分享。我记得之前每次出国的时候，去日本的时候啊，一定会带好多好多这些日本的产品进来。哎，你呢？你有没有去日本？没有呢。你会去买东西的吗？其实呢Kelly， 我告诉你，我没有去过日本呢。真的，你一定要去。我在这边的产品呢，其实我永远都会得到，是因为都会朋友从日本把手信送给我的。哇！所以呢，但是已经很久没有了这一份手信，所以呢，我才知道 AEON Wellness 才会有我们这些产品。其实 AEON Wellness 一直以来呢，都有代理这些日本这些美颜啊，就是美妆的日本的产品，纯进口的产品呢，只是我们没有去告诉大家。所以今天这个 FB Live 呢，就是一直跟大家分享 AEON Wellness 里面呢会有的是哪一些产品。对，那其实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对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 AEON Wellness 这个直播哈，但是呢今天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产品可以附送的，今天主要我们不是卖产品哦，不是卖的，而是我们都会是附送出去的，是啊 ，OK。然后呢，朋友邀请大家 like and share， 还有 tag 三个朋友，这样我们就有资格去得到这个 lucky draw。是哦，就是有这个 lucky draw， 是不是？啊，我是在说哈。比方说好像以前我去日本的时候哈，我去买那些产品的时候啊，你知道我有考量一个东西吗？就是我的那个 luggage 的那个 baggage allowance 不够啊，一个人只能提25公斤嘛，对不对？是啊，我都知道，我今天告诉你，你不用这么辛苦了。不行啊，我们这一边呢什么都有，只要你要去角质的，要润肤的，要修复你的皮肤的，全身头到脚什么都有，又需要去。Yuki， 我本来想跟你说哈，叫你的朋友啊，如果有出国，也顺便帮我带回来。我也不要再让他们辛苦了啦。对啊，既然有这么多这些产品，我们已经在AEON Wellness可以得到了，就何必那么辛苦去把这些产品从日本抬回来、刚回来的，对不对？对，我们就留我们的 allowance 去买其他的东西，对不对？OK， 是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人数哦，其实还没有到。那我们可以不可以邀请大家来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直播间，是，然后分享给你们身边的朋友 ，tag 三个朋友进来，那我们大家一起拥有这一个我们的这个lucky draw 的。那我们的 lucky draw 呢，都会在过程当中一部分我们都会抽出来，所以只要你们有tag 到三个朋友，一起进来，是啊。For those who just joined us in this live show, so we would like you to, click the
the like button, give a lot of love, and share as many as possible, and also tag three friends,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is live show, you are going to entitle to special gift. 所以那你们要给多多的爱心啊，那当然你们的爱心跟你们的赞都是给我们很大的推动力，那我们会越讲越开心，越讲越兴奋的。 OK， 对对对，哎，你的朋友进来了吗？哈 Yuki 有啊，我们看看我们的朋友，我的朋友啊，等一下哦，他们，那请邀请你们真的按起你们的手，那去 like 我们的这个 AEON 的这个 AEON Runners 的 page，然后呢分享出去 tag 三个朋友进来。对 OK， 对，那我们的 lucky draw 等一下过程当中我们会抽出手十份先，那前面呢主要就是我们会分享这边主要今天这个 LOSHI ice cream， 在我们的这个 AEON Runners 独家销售的。Yeah, in order for you to win the lucky prize, you have to stay with us until the end of this live show. So, please hurry up, share, like, and tag three friends. Come on! 对，那其实呢，今天我们来到这一边哦，看到这一些的感觉，真的，有如我们去到那个，我是听到很多很多，他们都讲说日本的美容，日本的 SPA 就是这样的 feel。对啊，那当然我是看电视广告看得多了，我是没有去过这个。真的，你真的要去日本去感受一下他们的那个文化，他们那个 culture 啊，就是整个环境啊，都给你一个很舒服的感觉。尤其是他们去那边就是泡温泉啊，看樱花 啊，整个 feel 就是很 relaxed 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都觉得这个整个氛围都很 relaxed， 而且我们主办单位还把我们弄了一些好像带烟这样 onsen 的感觉，对，还有一点香薰味呢，还真的让我蛮想过去日本一趟的哦。对对对，其实 Yuki 啊，你有没有想过哦？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我们不能出去旅行，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就必须待在家，然后待在家很多时候呢，我们要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要戴口罩。还有一个我们其实很多人的困扰就是我们必须要勤洗手。对呀，对，勤洗手。那其实呢在勤洗手，那我们都会用很多的 sanitizer， 那因为我们去到外面都要全身的这种消毒，那肯定我们的手都会沾了很多的这种消毒酒精嘛。那还有就是在疫情当中 MCO 之前当中呢，肯定很多家庭主妇都每天都在家嘛， stay at home， 对，这肯定是在家里面做了很多的家务，然后还要自己做饭，很多的干扰。对啊，对，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角质其实很多都会忽略到，其实即使看到了也没有办法，也想说没事都在家里都没有人看到，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那我们现在其实这些都很让我们方便了。我想说哦，就不只是家庭主妇啊，我们全部人都必须要勤洗手嘛，就在外面用很多这些免洗手液都含有很高分量的酒精，因为这样才能消毒那些病菌嘛，对不对？那你是做美容的，对不对 ，Yuki？ 是的，我是经营二十一年的美容经验，那我也是一个这个轻医美的首席导师。OK， 哇哦！所以今天其实很荣幸可以来到这边为大家分享，为大家一一的讲解这个产品的优势。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我们的 LOSHI 这个马油，然后其实就除了美容，我觉得还有不是主要是女人会需要保养哦，因为我们每次洗手，现在疫情的关系，我们洗手的次数是已经是 double 了，甚至是 triple， 对不对？对啊，男的也是要，女的也是要，不光是你是做美容的，我做家庭主妇，洗手全部都要，小孩全部都要。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保养品呢，或者是可以帮助我们家里呢去照顾我们的全家人的护肤，能保护跟滋润我们的双手。对呀，其实我在这段期间呢，我自己的客户很多都听说到，每天都有一种烦恼，就是哎呀不用理啦，都不用做指甲，哪里都不用去，什么都好，所以都有很多很多的困扰，甚至他们都会跟我讲到自己的问题很多很多，就是甚至给我看他们的角质啊，他们的死皮，这一些干燥的确看得真的还蛮心痛的。对，那当然现在呢，我就是接触了这个LOSHI ice cream 过后呢，
这我有大力的分享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其实这一个它真的不但只是可以给我们滋润保湿，而且它的修复功能是很强的。即使今天你受伤了，你把它擦了一天，其实或者我们可以把它敷上面膜，敷上或者那个手套也好，让它敷着一下过夜也可以，那我们的皮肤其实它就很多很多的滋润跟水分。 Yuki 啊，其实哦，我觉得我们的 audience 他们都清楚，也听过马油，对不对？对对啊，只是马油有很多很多品牌的。那我们这家的 LOSHI 这个马油 X Cream 呢，他们的公司成立在1978年，然后销售遍布整个中国啊、香港啊、亚洲各国，还有欧洲。然后呢，最重要呢，它还是纯日本出产的 product。对，最重要的就是说，它今天它的成分是纯天然的保湿成分，再加上那个胎盘素，然后它就是被誉为就是我们的衰老肌肤的救星。然后说到胎盘素的话呢，那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 Yuki 啦，因为他是一名资深的美容师。那 Yuki， 你可以告诉我们吗？就是胎盘素，在我们的那个产品的成分里面呢，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实呢，胎盘素它是从一个胚胎中吸取的这个精华。All right。其实它这个精华呢，它可以让我们制造我们身体不能拥有的氨基酸。所以呢，它这种氨基酸它是会保存我们很多的水分。那当然它肯定就会有制造很多的胶原蛋白跟这个水分。这个修复功能是很强的。那除了它不单只是这个胎盘素哦。它这个胎盘素里面它吸取的这个精华，那我们还有主要这个 LOSHI Ice Cream 它有四个重要的成分。好，那这个我们的植物胚啊，这个啊胚胎里面的这个精华细胞，它胎盘素呢它是修复嘛，那它有一个薏米的精华啊，那它这个是否美白的功效哦，有美白的功效，对，它是有美白的功效哦。那当然它还有这个 aloe vera extract， 这个就是芦荟的精华。这个芦荟的精华呢，它是可以怎么样呢，它肯定就是有补水修复加强我们的水分的功能。所以还有就是可以修复我们的这个细胞，难怪它被誉为就是那个我们衰老肌肤的救星啊。而且好像它在香港的地区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销量是一级棒的。对呀，其实呢这一个产品哦，主要呢出国外也好，或者是我们这边的夏天哦，都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其实我自己查了过后哦，我都发现到我的脚跟我的手是有渐渐的美白到，跟是很丰的，很结实的，很结实的这功效。然后它就是在我们刚才说，就是因为它含有这个胎盘素嘛，所以它的那个渗透力是蛮强 的，然后可以提高保湿啊。因为它的分子很细，它分子很细的时候，它的渗透力是很快的，很强，而且是很容易被吸收。是，所以它沾了过后，其实只要一分钟，我们这样子的摩擦过后渗透。它其实都没有在表面上是有腻腻的感觉，它不会有，它只是水分的感觉。是因为我知道，我相信很多我们的朋友们呢都说了，哎呦，我们这样的天气啊，叫我查的那个，一听到说马油吧，出去啊，哎呦，然后一热的时候，我们的手上呢就好像有一层薄薄的，好像一层油。一层油这样，对，然后就觉得很不舒服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不会想到要去抹，因为我们觉得太油腻了，就不想抹这个这个产品真的是很热爱。跟在马来西亚，其实呢我们都有看到很多 AEON Wellness 这一个地方都有开始在销售哦。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真的这些东西不陌生了，而且它的价值性很高，它的价值性很高，是是是，它修复功能，因为它是什么，可以，它不但只是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体，它还可以用在我们的脸部，还有颈部。其实颈部是最容易老化跟出卖年龄的地方、真的真的。那当然，这好像我们讲还有手啊，还有手，对对对，那我们讲脸部呢，其实脸部也真的不一定每一个人都适合擦，但是颈部肯定是可以。那为什么讲说我们讲脸部不是每一个人呢？他的确他有他的一个滋润性。那当然讲说暗疮性皮肤我们就不建议擦了嘛，对不对？对对，暗疮的皮肤啊，或者是皮肤过敏，
过敏到真的是需要去看医生，有红肿，他们是看医生的，那我们可以咨询医生的建议，我们才可以看看是否可以用。那当然他没有讲不一定不可以，但是他肯定你咨询了过后你就可以安全使用。那如果是说有比如说他们有皮肤病之类的，也有吃药什么东西的，我们还是建议还是去询问医生的那个那其他的部分呢，在于我们的手，我们的颈部哈，这一些地方真的是不可失去的，不可以真的不可以忽略的。对对，而且它擦了过后呢，它是抗逆龄的功效哦，它还可以让我们保持年轻。对，我有听过胎盘素是可以帮助我们逆龄的。对，对，这个是很有效的，而且胎盘素当然有很多种嘛。对，那我们的这个马油呢，它肯定是吸取这一个种这种很limited 的这种限量的这个胎盘，好像是一年才一次的，对，所以非常的珍贵的。 对，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真的现在呢，其实我们事不宜待，我们可以做这一个 demo 给你们看，让你们知道它的这个 texture。 那当然呢，我们 LOSHI ice cream 呢，它是有两种，它一种呢它是 placenta extract，它就是胎盘素的精华，另外一种呢它是没有这个胎盘素而已。那当然这一种呢比较年轻上的年轻人都可以，大致上都没问题。 OK， 那擦在脸上都 OK。 OK， 那当然好像我们讲说有胎盘素的这个肯定它是比较滋润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些朋友们的一个问题了。这样事不宜迟，我们先做一个 demo 给他们看好不好？ OK， 是我们先我们先看，让我们的朋友先看一看吧。这个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没有加那个胎盘素的那个对，这个是 body lotion， 它这种呢是属于比较water based。 Yeah， it's very water based lotion and it's very runny kind。 OK， 来你试试看，我帮你试试看啊。这个呢它的 texture 你可以看看，它的 texture 它是比较水溶性 的，对，它比较水的，它比较属于那种 elixir serum 的感觉。嗯，对对对，有点像 serum 的感觉。对，它是比较属于可以水容易吸收的。那当然好像说我们的皮肤如果在晚间用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加强这个胎盘素的这个精华了。那如果我们在下午间的话呢，如果你觉得不喜欢这种油油的，或者是今天好像我们比较在外面晒太阳或者会流很多汗的，那我们可以用这一个 lotion。 这个 lotion 对，它是很舒服的，它完全很容易被吸收。来，现在我们看这个这款我们今天要主推的这款马油这个 X skin cream， 然后它的 texture 是这样的。这个这个对 ，OK， 就是这一个分别啦。嗯，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一种呢，它这一个的罐装跟这一个的分别肯定也有不同哦，也不同。那它这一个是这个是比较是属于serum派嘛，那我们可以掺着这个这个 extract 一起用这个胎盘素。那当然这一个呢，它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跟你们说的咯，它这个是 cream， 它也是属于一种 cream。但是呢它这一个 cream 它就没有这个精华，那它就没有了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油，比较没有这么的浓稠啊。因为我感觉它就是比之前那个 lotion 呢就稍微稠一点点。对 对啊，所以它是比较稀的，比较薄。那当然我们这个也可以日用。当然我们这些 lotion 哦出去的话，我们还可以防晒啊，就是在太阳之间，在暴晒太阳之下呢，我们的皮肤是不会断裂的，然后也不容易被晒伤。我一点都不觉得油腻嘞。对，它这一个它的确是没有那么的油腻啊。那当然，我们就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重头戏了。对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placenta extract 啊。这一个呢，它肯定是听起来就很珍贵了，听起来就很珍贵了。OK， 你试试看啊。OK， 你自己涂抹，你自己去分别那个感觉，先可以体验这一个它的分别哈。这个感觉呢，观众知道。对，刚才第一款呢，就会比较它的水分会比较多一点点。然后第二款呢，就是有那个比较像浓稠一点的 lotion。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 cream， 有点点像那个 balm 这样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它一点都不油腻的。那当然呢，其实除此之外哦，如果今天我们的皮肤需要说好像做一个 hand mask
或者是脚 mask 都好，如果因为过干嘛，或者是我们在外面暴晒过后，那我们可以敷上这一层 cream 了过后呢，我们可以把手套给穿上，或者是啊，穿你的手套在这边，你把你的手套给套上去，那你在过后我们在做这个分析出来的效果又有怎么样？嗯，所以它这一个呢，它肯定它是有保湿，让你的这一个修复功能提升的，嗯，绝对是比较有效的哈。所以就是啊，就像我们做家务的时候啊，都是有用手套的，或者是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X cream 先放在我们的抹在我们的手上的时候呢，然后再套上我们的手套，再去洗碗啊、洗衣服。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妈妈们真的是觉得。哎呀，我唔要用手套啦，好麻烦呢、啊。但是没有办法啊，因为真的是太干了，你不能不去用一些东西来保护你自己的双手啊。嗯、我觉得妈妈们就叮咚讲啊，这里洗啊洗啊，其实我们这边一直讲哦。我们都没有去留意到我们的人数，刚刚其实有进来的人数，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收到，真的是有进来的，对对对，还有三个朋友的哦。OK， 那我们去让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共享我们这个 lucky draw 的哦。啊，对对。那我们邀请我们快速的进到这一个这个 lucky draw， 但是前提呢， okay.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给我们？多多的支持，然后去 like 跟 share 的，嗯 yeah. 那当然你们可以给更多的爱心，还有给我们多多的 like， 那我自己是可以跟你分享的更多。对，其实我要补充一下哈，我们今天除了就是分享这个 X cream 的这个 product 之外呢，马油这个 product 呢 LOSHI， 但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送。我们的任务就是送东西给你们，送出去给你们。So for those who just join in, I see some of them just coming in to the chat room. Okay, we are going to have a special giveaway until the end of the show. But during the show, we are going to announce the winners. So what you're gonna do is please click the like button as many as possible and give me all your love.So many, many loves and thanks, and share as many as possible, and tag three friends. Okay, you are going to stand a chance to win, to take back all the giveaway products. Okay, so hurry up. 对 ，So 来，我们就继续来看 Kitty 你的手怎么样了。来，等一下，我们很快的就进入到这个 lucky draw。很哇，那你可以看看一下它的这个分别哦，它之前跟之后其实呢，它会比较嫩，它的手湿度它也是不会黏黏的。那其实哦，我们有一个这个对比照啊，就是这个我们日本的公司的给我们的一个对比照，这个是呢用之前，然后你看它用了过后呢，这个小姐呢，她的脸上呢是有很大的光泽的，而且你看她的肤色呢。是真的是有好像有 balance up 它的那个肤色的，对不对？其实哈、哦，我有一个更好的建议是什么呢？嗯，主要呢，我们把这个，如果今天我把这个 LOSHI ice cream 放在我的脸上涂抹的话呢，我们拿来做一个轻微的按摩。是，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做轻微的按摩，只是让那个效果更理想，而且是更快速的达至到紧致的效果啊。所以它可以不但只可以紧致哦，它还可以提亮我们的肤色，抗老化。对，所以呢，它可以让我们保湿的功能是很快的。那 OK， 我相信哦，线上的朋友一定是说不可能吧，油哦，不油腻不粘腻，不相信。OK， 我们就用这个吸油纸来做一个试验。来，是的，那你看看一下刚才哈、那他查了过后呢？我们把这个吸油棉纸跳上去的话，如果今天这个东西是它，如果它是很油腻的话，我们这张纸肯定是贴着的嘛，对不对？嗯。那我今天我把这粘一粘的话，我让你们看到的是它没有油在表皮层、而且呢，它只要一放下去，它是滑下去的，反而是我的手会粘着哈、嗯。啊，你看呢、啊，它这边它是这样子可以敷倒的。知道吗？它可以轻轻的飘动，它不会是粘在我们的皮肤上面，啊。那当然，我们的颈部真的不要忽略颈部跟我们的全部。如果你遇到那种晒伤啊，太阳晒伤，或者是你觉得红红肿肿，你可以去到那个用到它的这个修复的功能是很快的。嗯嗯。
哇、wow, okay. 又可以用这个。OK， 现在然后这个产品呢？哎，其实 Kelly 我们没有让大家收到的是，这个产品其实是适合男女都可以用哦。刚才有的说嘛、啊，全家人吗、啊？所以我们要照顾我们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用。对对对 OK， OK， 我们现在一个很兴奋的时刻来了，我们有十个十位幸运儿。OK， For the first winner is Nazi Ray Yusuf， 耶！然后第二位呢是心意，心意，心意。然后第三位是 Lim April， 哇哦！然后第四位是 Li Kayan， 耶！第五位是 Chi Chun Yun， 第六位 Jocelyn Shin， 第七位 Pauline Tay， 第八位 Pei Qing， 是你朋友啊？然后第九位是 Michael Chu。最后一位是优惠号，哇！恭喜十位幸运儿，哎呀，你们真的是太支持我们了。这些幸运儿呢，刚才我们有叫到你们的名字的，就是你们可以联系我们 BN 我们的后台哦。Yeah.那我们他们就会安排的附送到你送到给你 Yeah, for those the 10th winners please DM direct message to our EON wellness 的那个 EON wellness 的 EON wellness people that are going to in touch with you soon Yeah, 对对 OK, so 说到这个哦我太兴奋了这一个价值，这一个产品的价值跟它的优势哦，我相信我们都让大家收到了，嗯，大家都可以很明白，知道怎么样去区分，知道怎么样去用。那我们就让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这个 AEON Wellness 今天有做这个优惠。当然，我们不是在卖，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到各地的这一个 AEON Wellness 的这个公司里面收购的哈。那他现在在这个月里面呢，他有做优惠，对不对？对，他好像是有做，他是有做优惠的。对，是做优惠的。OK， 那没关系，我们还有在送，我们在送。OK，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当然我们等下还会有再多十个的幸运儿，我们还会再抽。那真的邀请大家，现在我们拭目以待，再继续的 like 我们的这个 EON Wellness 的 page， 然后 share。带三个朋友，那、yeah. 我们就有接下来我们还有是十份的礼物送给大家的哦。Yes, exactly. 那当然你们也不要吝啬嘛， yeah. 可以给我们多多的爱心，给我们多多的支持，给我们多多的 like， 让我们可以接下来还可以分享更多的产品给你们的。Yes, please stay with us until the end of the show because we are going to announce another 10 winners in no time. So please give us liked.Give us all your love and share as many as possible and tag three friends. Yeah. You are going to become our, maybe become our next winner. Yeah. 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们是到最后的嘛，送到最后本来就讲明是送的，本来就讲明是送的。对。然后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说嘛，我们不能去日本嘛，所以呢，我们呢可以在 EON Wellness 又可以买到这些日本的产品呢，对不对？对。OK， 是的，好了，所以呢，当然现在呢，如果你们真的还是没有办法出门，也不想要出门，因为想要照顾自己的安全，是，其实你们可以去到网下面的网页，我们这边可以上网购买的啊，这个就是你可以扫那个二维码，二维码你在里面嘛 myeon.com.my 对，那扫这个二维码呢，你就可以直接link去那个网站，然后你就可以在网上面去买。但是现在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送。对，我们还有继续接下来的产品把它给送出去的哦。嗯，所以现在邀请大家可以继续的 like 跟分享，大大力的分享出去你们的裙子，跟你们的朋友，然后带三个朋友 like， like love share tag three friends， hurry up。那今天我们现在呢，我们刚刚讲完的就是这两个产品嘛，这两个的分别，所以它第一个就是一个你们看到这个在柜台中看到这个分别呢，它只要有一个它是有写着胎盘素的，它是有高保湿，这个是属于胎盘素，它是主要是 X cream， 对，它这个是 Astrid， 是，那这一个呢，它是比较薄的，比较没有那么的浓稠，那它这个肯定是只有那个它肯定有那个主要的成分，
但是它是没有那个 placenta 的，所以它的分别是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对，你说加了 placenta 是多么的珍贵的一个成分。 对，是的。那这边呢，如果你们真的嫌要方便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到上网购，对，这个预购的哈，就是我们的网站，这个我们下面的这个 EONmyeon.com.my、yeah. 这边里面可以去购买的。 Yeah, you can always purchase this Japanese product, the LOSHI product, with our online purchase myeon.com.my. 对，当然现在呢，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要讲？我们就讲到从脸啦、脖子啦、手啦、全身啦，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也是要照顾的哦。对，本来就是我们要从头到脚的，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只讲到的这个颈、脸到身体，那我们的脚呢？其实哦，大家有没有忽略？有没有真的去看看、留意过自己的脚底？这个问题呢，那是不是真的是只要去给做 pedicure 才可以做的，还是你自己可以办法自己去处理去解决的问题？不是全部人在家都是用这个吗？这个是什么来的呢？在家都是用这个吗？哎，你到那个美甲院的，还是你在家里的话，你都是用这个吗 ？Excuse me。然后你就 scrub， 然后这个呢，再厚一点的呢，你就可能就要这样刮刮刮刮刮，把那个脚皮给刮出来，不是这样？这个已经是过时了嘞。而且你不要说我了，我觉得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很硬的。你说我过时了，那你有什么？你有什么宝贝？你给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你这个东西有没有发现过？你用了过后呢，会不会厚到好像城墙啊？其实它会是生贴厚的，你知道吗？城墙。对呀，它这个东西其实呢，我当然自己也懂。对。那为什么呢？我今天。我是要介绍一个更好的这个产品，是这个东西是让我们很方便，它是一个袜子，这个穿袜子billing socks， 它是跟我们穿上去过后呢，它会直接软化我们的脚趾，去我们的脚死皮的。其实这个东西很方便，尤其是在 MCO 的期间，但我们不能去到这个 pedicure， 或甚至我自己没有办法。对，我也是没有办法去 pedicure。对啊，我自己也不能够接受给那些人磨我的脚皮的。你有证据吗？这个东西这么好，你给我看有什么证据啊？是真的？等一下你拭目以待，我等一下我就会发给你看。OK。对呀、啊，它这个东西呢。那我们要不要先看个影片呢、啊？因为我记得我们好像有一个使用者呢，其实我们是有这个呀，有一个这个示范者给你们大家看的。嗯，但是你又这么的着急，我很着急呢。那不如我们就先看看我们的影片，好吧？是 ，OK，、let's check out the video. He's having a problem with the dry cracked heels or foot, so I have a solution for you guys. It's this one. This is the Mimiu peeling socks. So I will show you the benefits and also how to use it and before and after photos. But before that, guys, I would not recommend this for those who have diabetes and also pregnancy women and for those who suffer a dermatitis skin condition. So enjoy.你看了过后，其实你自己有什么感受的呢？有行动，我觉得很方便哦。对呀、啊，其实呢， okay. 其实这个哦真的很方便。嗯，这一个Mimiu Peeling Sock 哦，它其实主要它很简单用，它这个用的过程，它可以真的在3到7天哦，它会不断的脱落，甚至我们这种其实大家应该很清楚知道哦。
这个角质死皮哦，它不但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脚的这种有味道啊，然后会有这种螟虫啊，然后这种角质去到可以很硬很厚，像鸡眼这样子。对对对，你懂吗？所以呢，其实这个东西哦，可以，其实很多男人。他们会有这种困扰的，有。当然，我们女人因为很长时间都有去 pedicure 嘛，对。但是男人呢，他们很多时候就会产生了这种鸡眼啊，或者是角质很厚，然后因为它是你看新陈代谢缓慢。对对，我们有一个网友就说了，他说女人有没有保养，看脚就懂。对，其实真的，其实我在小时候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我朋友一个跟我讲过。我从头到脚就是那只脚最丑，他跟你说、啊，是因为我们过去以前就是玩嘛，每天都是运动哦，啊，所以其实他那个时候过后呢，他提醒了我很在乎我自己的脚。其实你没有发现我比你那么快知道这个东西、啊？对，我其实也是有发现到啊，很多时候啊，我们运动啊，穿那个球鞋嘛，因为穿球鞋的时候啊，我们经常都不会去注意的，对，或者是你做瑜伽的时候啊，你是光着脚的嘛，然后你就这样做瑜伽，然后回去你基本上你洗完澡过后。你也不会去做保养的。我每一次到那个美甲店的时候，那个美甲师就会跟我说：“啊 ，Kelly， 你的脚好干哦。”我就以为，哎，你问我这个脚好干啊？还有一些就是男的，哎呦，讲的脚有臭味了呢。啊，他没有说我脚有臭味，但是啊，我发现很多人哈、啊、，OK， 可能你们到某一些地方啊，你需要光脚的地方，他们会把鞋子脱掉。其实真的很尴尬，真的很尴尬，很尴尬的。对对 对, 对, 对，嗯。那当然，现在呢，其实哦，就是还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新陈代谢缓慢的时候，其实那种脚啊比较容易流汗的，是为什么它会比较容易流汗？是因为它代谢缓慢，以至于导致我们的这种角质层的这种死皮厚到这么像一道墙这样子的哦，其实它很难去。即使查什么东西，其实都很难医。这样就是全部都是在表皮而已啊，对不对？我们这香港脚，就是去到哪里的时候都会有尴尬，自己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尤其我们有那个网友说，若是马油不油不腻，易吸收，保湿佳，多用途，男女适用啊！小丽，谢谢你，谢谢你。那但当然呢，其实呢，我想要回到我们这个秘妙的这段呢，好。这个 peeling sauce 是，其实它不单只是可以去除我们的角质哦，它主要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去除我们的这种角气啊，然后呢可以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所以它可以让我们的这种脚底下，只要它穿很容易做，就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塑料的东西，能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它的精华液，它这个精华液呢，它不会让皮肤干 ，I see， 它而且还可以让我们滋润到，甚至你知道吗？那种指甲里面的那种 fungus， 它的那种角质死皮已经厚到我们的那种指甲里面啊，对对对，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还有就是你在说的那个剩什么鸡眼之类的这种啊，对啊，所以。那其实这个 size 呢，其实什么人都可以用，男的最大只的、最肥的、最壮的，什么脚都可以进的。其实，啊、因为它这个是 standard 做大 size，、okay. 所以今天如果你的脚小的话也没问题。嗯，它肯定我们都有的绑起来。你看那边好像是个那个白色的那个袋子，这边是哪种？哦，就是给它调整我们的那个。对啊，嗯 ，I see。所以呢，现在它这个其实它刚才我们就有看到影片嘛。嗯，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大概跟你们讲一下怎么用。其实只要我撕开了这一边了过后呢，我可以直接把整个脚。融进去，它有一双，它就是一双而已，它就是这么一双一双的，左右都不用紧。这个、啊、这个是男生都能用，对不对？什么 size 都可以，男女老。然后就是二十可以用呢，二十九零几九十线而已啊！哎，给我老公也很值得哎。你看看一下哈、哦，其实他这个穿了上去过后，的确他在。两天到七天的过程，这几天它会脱落我们的角质，那这个死皮你会看得到的。所以当你在冲凉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自己清理一下，或者是磨一下，做一下，它就会脱了，很简单。那如果你皮肤在干燥的过程，你千万千万不要去撕它，
不要去拉那个皮哦，哦，它肯定会很痛的。对对，因为我们的皮肤如果沾到水分，它的这种角质，它的死皮会浮出来的时候，我们只要轻轻哦，很痛的。因为我知道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有皮就剥皮的时候，我们就走去掰这样子掰开它，但是其实很痛的。轻轻的把它揉一揉，我觉得这很方便，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说我们在做家务的时候啊，或者是妈妈们在做家务的时候，我们就把洗干净那个角就把它套上去。啊，然后但是这个是 plastic 对不对，塑料的，我觉得好像有点滑，它里面是精华，精华素来的啊，这样子我可能就要再套一双袜子在外面，都可以，因为它这个穿上去呢需要60到90分钟的时间，哦，所以在60到90分钟呢，它我们当然肯定可以，如果你怕它会有漏出来，当然我们这个穿了上去过后，它这个可以有一层保护的，嗯，所以保护膜的时候会保护着它，不会让它这些精华液流出来。所以这个白色的这个贴纸呢，是可以调整那个整个塑料袋，就可以包的，对不对？对啊，你要到哪里去买呢？这个，这个肯定我们一样的，也是在 Eon Wellness 里面。那当然还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有网上的这个网上去购呢，对，我们可以到 online purchase myeon.com.my 去买。是的，是。那我们如果现在当然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出门，对对对，或者是有顾虑的话呢，我们可以建议他们在网上去买。myeon 这个 .com 都卖，嗯，它里面它也有很多这些我们的这边日本的产品。又可以多少钱这包东西？现在一箱只是29.9而已呢。啊，这个是你叫过后买，对对对。但是如果今天你还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我们是送的哦。对，所以你就不要走开哦。刷回来哦，嗯，我还没有讲完我这个我要分享的东西，啊，好，其实很重要啊，它这个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因为我很看重它，所以呢，他刚才跟我说，他说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啊 Yuki 说他很怕人家就是摸他的脚，就是戳他的脚，他说很隔离，是不是？对对对，所以我是从来不会给人家做的，除非那一个是我专业的美甲师，我很愿意他，他也会很坚持的拉着我的脚，我就会跟他这个抓这个抓着我的脚来做这个磨皮的啦。嗯，那当然我们这个去这个角质的这个角膜，哦，嗯，我们要多久用一次？其实我会很建议，一般上呢因人而异，如果真的发现自己的脚皮真的很厚或者是有气味的话呢，我们可以2个礼拜用一次，哦，因为它在用上去了过后呢，它在2到7天的这个脱皮嘛，去它的角质，所以是说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可能2到7天里面呢，你继续还是会在脱皮的，对不对？对对，啊，所以呢，然后你说什么？就是脱皮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戳它，不要去憋它啊，不要去憋它。洗澡的时候，我们只要简单的去搓一搓，不要去剥。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马油，就是抹上也可以啊。当然你晚上修复的过程，你可以好像觉得干燥啊，你马油当然可以擦，更好啊，更好，更滑呢。对对对，我是这么用的啦。是啦，哎呦，你很会享受。是啊，那我们就讲到这一个哈，其实真的，我很推荐这个产品。对，因为今天呢，我们出到外面呢，穿薄鞋、穿高跟鞋、穿拖鞋，脚地上全部。这一个我们的脚趾真的是很大的问题啊，是，所以这个是已经帮你们解决了这一个困扰的。嗯，哎，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朋友，你看看有没有你的朋友他们已经上网了哈，有没有？哇，好多，好多哎，很谢谢你们一直大力的帮我们分享嘞，我看到很多星星。也看到很多赞，我们一样可以在网上购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上网购买这个 eonwellness.com.my 里面这个去购买我们的这个产品。对，所以现在这个优惠的时间呢，我们当然不会只是买一双的嘛，对不对？对，这个可以买几双放着，真的一个礼拜一个月可以用2次。我们这个有，我们这个3月份有促销哦。哎，哇，有好消息了，有好消息了，我们又有另外10位的得奖者，出炉了，名单出炉了。OK， 继续分享，现在是在 OK， 你再继续分享哈，不要给他停，不要让他停啊。OK， 我们第一个就是肖恋，耶，还有我们第二名是 Clover Mino， 耶，第三名是 Lee Elizabeth， Thank you， 哇， Congratulations， 第四名是 Priya Sharon， 呜呼，
第五名 Magic Core， 哇、哎、我们还有我们其他的整桌朋友都进来了 OK， 第六位Agnes Chow， 哇 ，Congratulations！ 第七位 Koi Yuan Su，Congratulations！ 第八位 Vivian， 哇，第九位 Wadi Othman， 耶！然后最后一位 Tian Mei Chu， 哇，恭喜十位得奖者 ，Congratulations to the lucky winner！所以其实呢，我们的奖品其实还没有送完的。对对，我们的产品是还没有送完的哦。哇，恭喜恭喜！是到后面的时候。一样的，我们一样可以招一tag 三个朋友，让现在后面没有看的人，他们进来看的时候呢，他们一样，我们一样还会抽出多少份的幸运儿呢？那个我们跟卖个罐子好不好了、啊？我们现在不透露， okay, 我们现在不透露，我们一样的可以大家去分享这一个我们的这个直播，对对对，去tag 三个朋友，对，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这个是是是东西分享。我想告诉就是网友们哈，就是如果因为他那个comment 会来的比较快，可能如果我 miss 掉你们的那些 comment 哈，就很抱歉、嗯、不好意思。然后我现在还是继续的再去。看你们的那些 comment 哈，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刚才有被念到的这十个幸运人呢，你们可以直接后面后台去 PM 我们的后台。Oh yes, for those winners, yeah, don't forget to PM us, okay? Beyond Wellness. 对，所以直接 PM 我们的这个后台就可以跟你们联系了哈。Oh, Bunny Thing, thank you for sharing. 哇、wow, ，全部好多人都已经开始 share 了。是。恭喜恭喜，然后再看还有什么东西。好，哇，好多人进来了，给了好多comment，我真的是来不及念他们的名字。那接下来现在呢，我们就看看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想要更多的了解哈、哦。主要当然我们现在就是。可以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这个是什么我们的 beauty Japan beauty secret， 对，就是同步现在都会在这个AEON Wellness 里面全部是独家销售的，是是是，你们有对什么产品有兴趣的都可以直接去到这个我们的 AEON Wellness、嗯、或者是我们的 myaeon.com.my 对下载去啊，网购的啊！其实我看到还有，好像还看到还有很多人在进来哦。要不要跟他们讲我们在做什么，就是送什么，嗯、再跟他们说一声？可以可以，嗯。那刚才呢，我们其实主要就是分享到我们的这个 LOSHI ice cream，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角质。我看到了一样东西，我看不到，看你我真的看到了一样东西哈。我们先把我们先叫他们我们的网友。大力帮我们先分享出去吧，那一块等一下我会，等一下我们会，那个我会解决，那个我会解决。等一下我会请一个特别嘉宾 ，OK， 我会请邀请一个特别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对，那就在还没开始之前呢，邀请你们 share 大力的分享。那我会邀请一个歌手，一个歌手过来哦。那我们大力的分享先，去带你们三个朋友，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份的，对，还有很多份，我不告诉大家的。OK， for those, yeah, for those just joining us in this live show, OK, please help us to click as many likes as possible and give all your love and also share and tag three friends. OK, you are going to stand a chance to win a special gift from AEON Wellness, 我们的 LOSHI products. OK, and hurry up.我们这个一直要 please stay with us until the end of the show. 我们今天送的产品哦，是这一个。LOSHI ice cream， 这个哦，这个是placenta 这个ice cream，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mineral peeling salt， 对，好吃的。这个是10份10份，其实我们后面呢还会陆续再送，嗯，但是先邀请大家，我们去把这个直播分享给更多的人，对，让 tag 你三个朋友。让你最重要的这三个朋友跟你共同拥有，对，去用这个产品的。你要美美，你也要你朋友美美嘛，对不对？哈、啊，所以我们有好康就一定要分享。但是今天呢，我们是不卖，但是我们是送给大家的。只要你们就是大力的跟我们分享出去 ，like。然后再给我一多多的星星，然后再 tag 三位朋友，你就有机会赢取我们今天送出的麻油或者是那个
这个去角质的脚套，咪妙咪妙。所以你们也可以，其实我们哦，这个效果图哦的，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嗯，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跟之后，所以在用的过程当中呢，它在第二到第七天的过程，它会是这个样子的，它会去这样子的角质。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清不清楚，但是呢，这个肯定用了过后，它的脚板是粉粉跟嫩嫩的。哇！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呢，我很热爱这个产品，因为它让我真的是，因为我们每次穿高跟鞋呀、啊，所以那个脚板跟那个脚跟是是是，真的是有那个压力过后呢，造成的那个摩擦，所以它把那个纸皮越积越厚。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产品。真的很值得用，现在只需要29.9而已呢。对，其实我们这个 LOSHI ice cream， 其实我们都有在做这个优惠的，刚才没有讲到这个价钱。其实这个没有讲到，就是因为我是想告诉大家呢，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月份三月份里面呢，有做这个促销，是和 LOSHI skin cream 和这个咪妙的这个 peeling sauce 啊，对。然后呢，它是是原价是44.9，对不对？原价是49.9，原价49.9啊，44.9，原价是49.9啊，49.9，对，是原来是这个，我记错了啊，我们的这个咪妙 peeling socks 它的原价是44.9，对，而现在的优惠是29.9，对，那这个原价49.9，对，那现在是34.9，这个现在我们这个 LOSHI ice cream 呢，在网站你们可以购买到的，就是34.9一罐的啊，对，那个没关系，因为我们继续还有再送出去嘛，对不对？那说搞不好可能你就是下一位那个幸运儿嘛，对，所以现在呢，我们现在还是要求你们大大的帮我们分享出去 ，tag 三位朋友 ，OK。然后要告诉你们呢，在我们还没有玩这个节目结束之前呢，先让大家知道，今天如果你们还没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出去吃饭啦，或者是在办公室里面还没有机会出来，或者这个时候呢，妈妈们已经是到那个学校去接小孩啊，什么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值得去拥有这个好康，对不对？对。然后呢，其实我们是想把这个时间呢，你们可以到AEON Wellness重看这个今天的播出，因为我们将继续的去把它这个分享，你继续分享给我们多多爱心，然后再分享like， 然后再 tag 三位朋友，然后呢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到晚间的11:59，对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个 lucky draw 呢，我们附送到的是到晚上11:59的， yeah. 其实主要我们是有留守给这些妈妈们没有机会进来，然后在工作的女士们，然后其实有错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可以提醒你的朋友他们，让他们知道，其实这个直播我们是放到11:59， yeah. 当然我们的这个 lucky draw 其实知道这个时间点的， yeah. Yeah, 那我们再会从中里面他们在一样的 share 跟 like。跟 tag 三个朋友一样，我们就是有这个10个的幸运儿的。So yeah, I think all of us deserve to have this special product. Okay,so what we're gonna do is after the show, you can always go back to rewatch the whole broadcast, and then click like, share love, give us love, share and tag 3 friends. Okay, this activity is going to last until 11:59 tonight. 所以呢 please hurry up, okay? For those who can't join us today, you still can stand a chance to win our special gift. 对，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对，其实我们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呢，只要我们是要简单的分享出什么是马油，那它的优势其实是很多，当然去过日本的人都会知道，但是这一个产品
皮肤的这些细纹呢、啊、是对好的好的、哦、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所以我们回到我们这一边现在呢主要我刚才讲了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嘉宾对不对我有邀请了一个特别的嘉宾那是谁是谁我不知道啦我只是知道他是2017年乐林歌唱大赛的冠军、okay. 我只是知道他是这个 title 的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他会送上什么歌曲但我只邀请他来给大家一个惊喜你说了吧你说完了 OK 我是没有办法了为什么要唱了对不对所以呢然后在这个好我们的直播还没有结束之前我来给这个惊喜大家的啊，因为我现在觉得嘛，就是我们 Eon Wellness 呢，我们都有很多我们的种族朋友在看的嘛，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可能唱一首就是马来歌吧，耶、yeah! ，我就唱一小段就好了 ，OK， 好，最起码都唱到爽为止了。Oh, 那么我就唱一下 OK， 我们是唱希腊马吉的歌 OK。Sinaran mentari menyinari menyusup ke jiwaku ketika bersamamu mesranya ketika kita berdua bagaimana liga indah yang tumbuh di mata dunia 谢谢听得好听耶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了谢谢你们今天的参与拜拜Moving on, Eon, Eon, Jaya, much of neon, Eon, Eon, fly as fast as a proton, Eon, Eon, super big like Megatron, Eon, Eon, you gotta keep on moving on, Eon, Eon, Jaya, much of neon, Eon, Eon, super big like Megatron, Eon, Eon, you gotta keep on moving on, Eon, Eon, Jaya, much of neon, Eon, Eon, fly as fast as a proton, Eon, Eon, super big like Megatron, Eon, Eon, you gotta keep on moving on, Eon, Eon, Jaya, much of neon, Eon.Super big like Megatron. Eon, Eon. You gotta keep on moving on. Eon, Eon. Jaya, much of neon. Eon, Eon. Fly as fast as a proton. Eon, Eon. Super big like Megatron. Eon, Eon. You gotta keep on moving on. Eon, Eon. Jaya, much of neon. Eon, Eon. Super big like Megatron. Eon, Eon. You gotta keep on moving on. Eon, Eon. Jaya, much of neon. Eon, Eon. Fly as fast as a proton. Eon, Eon. Super big like Megatron. Eon, Eon. You gotta keep on moving on. Eon, Eon. Jaya, much of neon. Eon, Eon. Super big like Megatron. Eon, Eon. You gotta keep on moving on. Eon, Eon. Jaya, much of neon. Eon, Eon. Fly as fast as a proton. Eon, Eon. Super big.